那也有很多因为拍摄这个免费摄影的企划，那也有很多事情是因为拍摄这个免费摄影的企划，才有办法拿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也有一些优点，是因为我拍摄这个免费拍摄的企划，才拿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像是认识一些很好的人，真的是好，就是个性很好，然后跟我聊起来也很好，然后就是合作很愉快的人呐、啊，我觉得很棒，就是认识几个，就不多，但是认识几个，我的妈！那我觉得，那当然也有一些优点，就是因为我拍摄这个免费拍摄企划。那也有一些优点，是因为我执行完这个免费拍摄企划，然后才拿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优点，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也有一些优点呢，是因为我执行完。那也有一些优点，是因为我执行完这个免费拍摄企划，然后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优点，像是认识很多很不错的人，就是个性很合啊，然后个性很好，说话很好聊，然后就是开心拍摄，然后顺利拍摄，就是整个执行很顺利啦，有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还有拍摄到一些平常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专案或者是活动之类的，我觉得也还蛮特别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不停留在我们免费拍摄这个阶段，就是他已经帮我敲未来之后的合作，就变成我们不停留在免费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开始往更未来更远的地方走，然后也推荐给更多人看到有我这个人，然后有这个服务。然后可以让这个 Jesus Christ，那也有很多优点，就是因为执行完这个免费拍摄企划才有的意想不到的优点，像是认识一些很棒的人啊，就是个性很合，然后说话很好，然后就是反正合作起来就是开开心心这样子啦。然后我们也有拍摄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就是平常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活动啊，或者是拍摄专案，我觉得也还蛮棒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停，就是没有停留在免费拍摄企划这个阶段就停了。我们也有在更，就是已经敲好，就是未来我们合作的阶段，就变成，就是已经搞到未来去了啦。就是我们已经有更多的合作，有未来的执行的可能。我觉得这些都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哦。